二兵，你一个人是新疆，是工作上中下三间五十。我姓沈，林天辉。不是你们叫 Jeffrey。以后他孩子上学，老师问你爸爸做什么，他要想讲呢 ，Maxman， 没么？我多弄外，还说多弄，真的。当我在on那个善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懂到底是在做什么。第一就是我们会感觉到很辛苦啊，我们要trance的时候我们会点香啊，坐在这个宝座，抱着宝座坐，我们就觉得有点不自在啊，腰碎，老是想吐啊。醒了之后就好像一个 shock 啊，好像有人这样敲你起来的那种感觉啊，你会几分钟，不几分钟啊，几秒钟这样，你会觉得很，哎，我在哪里？我老公以前是在别人的庙跳，因为一些事情然后就不高兴，我就自己就跟我的先生讲，如果我中马票的话就是要中头奖啊，我就买一间屋子开坛。我真的中头奖 20K， so I take 10,000 to buy this house, then after that 10,000 to set up this all the thing。 我的心是想做啦，因为 really at over that side really not very happy alreadySo no point still go there, but we also cannot 不让我先生的老板来就是，所以我就自己开咯。那天你们看的是我们谈的日子，我们中堂元帅的千秋，我们开坛的日子就是我们本身第一次拜他供奉他的时候，那个日子我们叫做开坛的经验日。所以每次人家来上善男信女来拜的时候，我都会解释给他们听，不是说一拜就会保佑，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三分靠神明，七分靠自己的努力，多好的服务给你，你没有去努力也是没有用的。为什么要做那个超宝、啊、我们叫超宝、啊、这个不是一个表演啊，有些人讲说这个是一个表演，其实这个不是一个表演，其实超宝是我们可以讲说是谢罪，就是为那些善男信女谢罪，用我们的血去谢罪。另外想法就是因为我们把不好的东西打出来，就是以血那不好的东西从血中打出来，所以我们就需要超宝。
超宝就是那些你所看到的，钉球啊、七星宝剑啊、龙虎宝剑这些，会不会怕？看到这些跳虫东西，怕多少都会怕。半信半疑是说，哎，有没有这样的东西？看过有些鸡虫呢，他老婆不了解了，不了解的。我老婆有时候会埋怨，哎，为什么有时候有礼拜你要出去帮人家，还要去帮人家做这个做那个，老人家不会去，我还去带他。因为很麻烦，也很辛苦，有时候要吃斋吃肉，做如果真正一个鸡童来讲，有很多东西不可以做，也有很多东西要做，所以也有时候会因为到需要很多时间在庙，然后就没有时间了跟他自己的 family 吧。如果我的大儿子叫 Sebastian， 第二的叫 Sebastian， 第三的叫 Samantha。 第三他们会怕，很怕，生命来就是这样嘛，我也不可以控制啊。但是他们久了之后，他们就不怕了，他们就了解哦，这是什么东西了。Basically， 我要他们就是自然哦，长大这些的，给他们做道教的东西，但是不可以学会，因为我们做这个神庙的东西，好的坏的我们都有来啦，所以我们就是给他们自然啊去了解，以后他们长大到底要不要接手。我不可以控制，是看他们自己，因为毕竟他们现在是小孩。To me, I feel that it's okay for them to explore, because also part of the growing up. We also don't stop them from coming here. Let them to be nature. No point to telling them, oh, your father is not doing all this. Don't let them come over here. All this and that. Sooner or later, they also won't know. So you let them to come over here to take a look. As long as they don't learn bad, I'm okay. 不是每个人都了解。像我们这种啊，早上五点多起来啊，三四天没有回来啊，回来又要再办公室，很累啊，很累。我不是埋怨啊，我要尽量就做一点，不是为我好，是为我以后的孩子孙子好啊。放下。如果有这个选择的话，我可能选择不要，要有自己的生活。Do the things that I like to do, in control. Normal life.因为我要的一个家不是这样。看到我先生这样，有时候会想啊，我是不是太冲动去开这间庙，因为弄到好像很多事情要做。就开了就开了了。也不可以后悔啦，就是继续做下去了。再辛苦也是要接受。以后他孩子上学，老师问你爸爸做什么，他要想讲呢。Maxon Man, Momo, I don't know why, I also don't know. 真的呢，所以也是会怕。And 这样的 environment 起来啊，学坏。学好，真的要靠他自己。我讲说不要进去，你出来，你不要出来，谁叫你进去？人家上你就上。为什么人家的孩子会在跟父亲在一起啊？那我孩子要每次送去来送出去，我不喜欢哦，这样子我不喜欢，很讨厌啊，这个东西。And 我不要他们以后到了我这样年龄才去学，太迟了。I want them to have a very good learning experience. 所以要怪有时要怪我们啊，怪自己，没有好好的 bring 他们。
And I feel that if I have a choice, I will give them a kind of environment is more on these two ways. 给他们自己去 explore themselves, learn their things, ask questions if they don't know. 我想他们去学一些比较 piano 啊这种东西，因为我本身很想学，就是没有办法学，所以就想他们学。秋润呢，他们自己兄妹啊分开太久了，不好哎，因为我想他们在一边久一点啊，那送他来送他去，看了自己本身很讨厌这样，我不喜欢这种东西，很讨厌 ，I don't like， 真的很讨厌 ，Yeah， my ideal family way is first the house must be like a house， you know， come in， you know， kind of your own design of the house， then work。Come back, time to rest, time to go out as a family, go as a family. 不是 ideal， 因为我妈妈讲过一句话，如果你没有做这个，可能她没跟我们一起住。